今天大家欣赏到的是应气功，头顶开石，刀砍不进，枪刺不入，短体肉胎，这是神话吗？现实中有这种神奇的功夫吗？今天释延举法师将把这一不是神话的神话展现在大家面前，这是少林金钟罩功夫。 将一块大石头放在头顶，用大锤用力砸下去，而且身体几乎完好无损。 Get breakers.